Hello， 小伙伴们，上次没有成功去北京录制，现在机会来了，阳康了，所以现在赶到北京去，这是我老虎年的最后一份工作了。三亚再见喽，北京我来啦。这个点钟，北京机场基本上没什么人。这个产业园其实有很多影视公司都在这边，我的老东家上一个经纪公司也是在这里，所以我觉得这边还挺亲切的。开始化妆喽。妆发已经结束啦。然后这个是这样的，它在一个庞大的系统当中有这一项。Later。 下班啦，圆满的录制结束了。最开心的呢，就是让工作的同事满意，让节目的效果比较好。当然了，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，或者一些经验的总结。那我们就下次北京之行工作再见了，拜拜。